到笑谈音乐，笑谈音乐，笑谈音乐系大家好啊，今日嘅主持人我系 Miss Charlie， Hello Miss Charlie， 你哋好啊，我系 Miss Wing 啊。Hello， 我是 Miss Monica。好嘢，好难得我哋，好难得我哋三个合体啊，聚首一堂啊，聚首全部都是女仔，冇错啊。今日我哋唔好遇啲男仔，系啊，啱啊啱。好嗱，我哋今日咁齐人，三个女仔都喺度，系咪应该要做啲跟女仔有关嘢先？唱啲歌都系个主题，都应该系同女仔有关啦，系咪先？都好啊，冇错。咁我哋今日唱嘅歌咧，就系女团嘅歌啦。有啲咩？喂，讲起女团咧，有啲边啲嘅女团系阿 Miss Charlie 同埋 Miss Monica 你系中意噶？我中意啊。嗱，如果我咧，我就中意 Twins 多啲咯。O K， 哦，你中意 Twins 嘅妈妹系啦，妈妹嗰阵时真系大家都好疯狂。我以为你讲妈妈妹，唔知道大家都呢个系咒语嚟嘅。咩咩咩嗰啲咯。O K， 你一定系好多韩国嘅女团啦。妈妈妹都系女团嚟嘅，系啦，介绍一个好嘅女团俾大家。我以为你真系讲妈妈。阿妹头先 ，OK， 咁我哋今日预备咗，好似有两个女团嘅歌啦，冇错。咁一首普通话，一首广东话。咁如果系普通话，大家估下系边一个女团？其实普通话嘅话，其实都好少，系啦，一嚟就会谂到嗰个最出名嗰个。咁有边个咧？就系 Selina 啦 ，Hebe 啦，同埋 Ella S H E 啦 ，S H E 啦，冇错，呢个都叫系女团嘅天团嚟噶，冇错，亚洲嘅天团。好，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送上今日嘅第一首歌 ，S.H.E 嘅《安静了》，送俾大家。